是这么做，很简单的，很简单的。意大利的那个番茄酱的面，番茄酱。后来这个番茄酱是可以放在面上面，很好吃。你可以放在披萨上面，也超级好吃。你可以放在什么？比方说你不想这么吃，就是放在一个一点点在面包上面这样子吃也好吃。其实基本上，如果你把它变成比较水水的，后来在里面煮那个米，也是变成一个超级好吃的饭。所以我要放一点橄榄油在这个锅子里面，锅子本来就是有一点热。后来我今天晚上因为我要煮一点面，后来要做一些披萨，所以我准备多一点呢。当然你可以准备多一点啊，准备一次，后来就是放在，我一般的话我是冻掉了，我放在塑胶袋里面，后来冻掉了。就是下一步，油你们看已经有一点热了，有一点热了，但是当然不要太热了，但是油有一点热了，我就把洋葱丢进去，洋葱，因为哦，我们在意大利，我们说洋葱开始唱歌，对不对？所以现在它慢慢在煮，要把它的水就是慢慢放出去，后来我们可以等一下看，就是那个洋葱的颜色开始慢慢变了，变成比较黄啊那个样子。那时候我们就是把我们的番茄酱就是直接放进去，没有番茄酱也没有关系，就是你可以直接拿新鲜的番茄，就是买的时候要买那些比较特别红的，如果有那些小小的番茄，就是效果可能也会更好。但是后来我们看看，哦，所以我们洋葱在，如果现在看一下，而且也听一下，那个声音也变了，那个洋葱的颜色开始慢慢的变了，开始慢慢变成一点点透明的之类的吧。OK， 所以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开始把我们的番茄酱就是丢进去，这样子可以有一个比较好的，其实超级多，真的很多。我看这个可以。所以我有拿一点水，后来那个水放在我们的酱里面，就是会帮助一下那个整个 sauce 的那个浓度。所以等一下到这个程度，我要放大一点啊。后来我改了， okay， 现在我们只要等到那个番茄酱开始开，就开始开，对，那就我们等一下再看。So， 那现在我们可以看那个番茄酱已经开始开了，开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加这个。一点点，这个台湾也有，这个大概中国也有，九层塔，九层塔是这么加，最好的是用手，就是把它叶子这样子
弄坏了，不要用刀子，不要用刀子，直接用手，直接用手。后来要放多少，这个要看你自己，看你们自己。哦，喜欢这个味道，比方说我很喜欢，那就我放多一点。你们觉得，这个味道其实太强啊，我就不喜欢，就不用加。这个是要看每一个人的那个味道的那个他自己的口味是怎么样子吧。好，但是我你可以看得很清楚，其实我蛮喜欢这个九层塔。好，先到这样子，后来。后来在住的时候，我们还是加一点点 ，as usual， 就是我每次都是这样子做。那个番茄酱的时候，有一点番茄酱，有一点番茄本身有一点酸，所以我加一点点糖，但是真的是一点点。哦，可能今天有番茄多一点，也可以再加多一点，但是够了，够了。OK， 所以现在要做什么？番茄开始开了，我把那个火放小一点，放小一点，而且要记得常常要做这个动作，常常要做这个动作。所以火现在要放小一点，把这个这样子放，所以那个里面的那个水汽可以慢慢的跑出来，就是让它慢慢的煮，慢慢的煮。后来等一下我们再看，这个要加盐，当然要加一点盐。如果人喜欢开吃的时候跟洋葱也放一点点辣椒，我这边有小孩子，所以我一般的话不放辣椒，但是如果喜欢当然是可以的。等一下来 check。哦，这个是现在我们的番茄酱的情况，还在慢慢的煮，这个也是越煮越好吃，所以但是要记得常常做这个动作。后来放盐，我放多一点，因为放这个番茄很多呢，但是当然就是要稍微尝看看。后来我现在放，但是大概以后还要再尝看看一次，就是后来就是调整一下那个咸度。好，再改继续。所以这个是我们的 sauce， 已经差不多好了。已经好了，火我已经关掉了，但是我还是加一点点用手弄坏的，对的那个 basil， 我很喜欢九层塔，这个就是九层塔，我很喜欢，就是现在就是让它这样子冷掉了，冷掉之后。可以放在冰箱，可以放在塑胶袋。我一般的话，我用那个塑胶袋放在塑胶袋里面，后来冻掉了。后来就是你要用的时候，放在面上面或者披萨上面或者炼肉。我们常常煮肉的时候也是用番茄酱。这个是下一个 recipe， 是下一个菜单啊。我就是冻掉了，后来加热，后来是可以用了。